用啦，他就在旁边啊。那你还不赶快找，然后下载，然后删掉。下载完这只歌就直接丢垃圾桶，所以是等一下你把这个 size 拿来跟你的对好像不大对啊，为什么也太大张了、啊、这个哦你们选的不一样对不对，应该是这个 size 拿的吧，不是吧这个吧，我等一下这一个、欸、这个是呼结果一个一些不知道在干嘛的，你可以回家吗，三五四五是哪一个，三五四五第三个啊，这一个啊，他应该会要这两张吧？对啊，那你的 size 比、欸就是啊、哦，裁掉裁掉，裁掉那个头就变大啦、啊，就剩头啦、啊。啊，不是两寸吗？这是两寸啊。啊，我的也是两寸啊。啊，明明就差不多大，所以变成减消掉一只就行了。差不多吧。差不多，所以他那个没办法选择那个一般照，直接拍出来就是这个，他没办法选择尺寸啊。为什么？什么叫做不能选择尺寸？他这里不是有四种吗？四种。啊，那为什么妈妈可以选？妈妈没得选啊，就选一般拍照，他就照这种出来啊。他没让你选啊。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？他就是。哎、欸，你不是有电子的？啊，你们不是都付200块？一般证件它就只有，就拍出来就这样了，就没有。那你拍的是什么？我拍的是全部啊，200。跟你一样的，你娘的是比较省钱的。可是你不他是200块？啊，因为有美肌，虽然看不出来，我给他糊弄了，一点都不美肌。真糟糕，那我应该也要美肌是有用美肌都比我肌了。好啦，可以撤离了。好，回家了。哪有证件照的美肌的啊？哦，笑死。